困就困，像我陪是要创啥啊？哦呦，小乔啊，你酒鬼在这里吵啊，小乔。你的睡眠怎会跟以前一样啊，啊不过现在的你一定会后悔。你什么都放不下去啊，啊不过出来考验我。要看清楚哦，我的手无去卡着你，是你可能唔知影人，甲你挖过来。嗯。我哪有可能啊？你安怎？你甲我陪到抢走啊啦？不要紧啦，这是你较早的习惯，我知你不是调工的。我要来去大厅啊！啊，宋元庆，咱敢有机会搭过去同款？过去的宋丹青对林子深的感情，感情才这么深？深到明明我啥拢想袂起来，潜意识还是接近伊。啊，不过迄故事这么悲伤，我若真正想起来，敢有法度承受？我替你接到一个商场的 case， 若是无什么问题，今仔日下早就当签约。今仔日下早？嗯，安怎？你来这就反应啊？嗯，刚讲你无想要食？无啦，我真正感觉足欢喜的啦。只是，金山银行因要发行联名卡，啊，杜教员直接跟我讲，因想要爱我替因做业配。安尼真好啊！你是咧烦恼啥？你袂怪我，直接跳过你就答应人。知道。你是不是惊你做这个决定会伤到我心？是的啦，当时我无教好，才害你想要做这个决定，拢安尼惊东惊西。这是我的名片。林小姐，你看到我的名片了，面色敢那无啥好看，是安怎样？啊，白特助，你不是爱福利的代表？那恁是安怎你的名片顶冠，说啥讲你伫咧万海金融服务啊？因为爱福利后边的头家就是万海金融，有啥物问题哦？那咧真歹势，这个 case 我袂当接。我讲的话，若是让你感觉无爽快，我先直接甲你回信咧。我会拒绝合作的原因，是因为我甲恁万海的千金吴盈盈有私人恩怨。我对伊的人品，还佮为处理代志的手段，嘛有足大的意见。反正我甲伊就是八字袂合，我惹袂起伊。嘛无想要甲伊有交叉，歹势耽误你遮侪时间。林先生，歹势。
请你先听我讲完好不好？我想你可能误会啊。英英小姐虽然是阮外下借来千金，啊，不过讲还讲，输还输。今仔日我找你，是因为公司有业务想要跟你合作，跟英英小姐无关系。你敢不能给我一个机会，我向你说明我会找你的原因。不是吴英英，做错你来找我。当然不是啊，我唔知影你跟阮英英小姐有啥物过节。啊，不过既然你用这么老实跟我说你现在没有想要跟我合作，那我也坦白跟你说，我也想要找你做代言人，是我们公司的市场调查小组经过开会投票所讨论出来的结果，这不是现在一个人所做的决定，我希望你能了解。所以吴英英不知道你来找我，就准我他知道他不爱接公司的规定，大公司做代志，有一定的行政流程。就算讲是皇亲国戚，嘛袂当轻彩改变。我会找你，是因为你的气质甲形象，真符合阮新产品主推的年龄层，而且你过去是精英医美千金。这跟我过去是有啥物关系啊？因为你是一个有故事的人，有故事就有宣传卖点。阮公司的策划部门就是看到你。我过去白条的，努力经营自己的形象，认为你一定会当感动阮潜在的客户群，所以最好才会选你的。我会选你的原因，就是这么单纯，请你相信我。那是我无限着你，请你卖更乖。卖你讲啦，我只是领人薪水的，公司给我什么任务，我拢会尽力去完成。上重要就是希望会当顺利，甲林小姐合作。这座香烟的局面，这才是最圆满的事。开风，那你这样拄啊好，直接拄到你啊？啊对啊，那你这样拄啊好，你来这是？我出来买物件，顺便去头前迄间蛋糕店买蛋糕回去。你嘞？自从来这讲一个联名卡代言业配啦，我是来这伊。联名卡？敢是甲银行合作的？啊，那是真好的 case 呢。若是会当顺利接到吼，我就会当伫路下看到子龙的代言广告铺天盖地，到时阵一定足紧就会当红起来啊！刷来连锁反应哦，一定会当可以赚足多钱的。多谢你啊，安尼就算是你送我阮的祝福啊。我先来这伊啊，再拜拜。梓潼出来啊！甲梓潼行做伙迄个人，毋是阮万海金融的白特助？袂吧？看人家多好，即个找梓潼代言，是阮外公的公司哦。袂吧？啥物袂？甲万海金融合作有啥物无好诶？毋若透懂，若是合作了顺利。我得可以当接到长期的合作呢。我讲真的啦，你讲梓潼来讲联名卡的 case， 那假是安尼，我会当去 push 一下。我嘛希望讲会当化解之前甲伊误会啊。等一下，其实唔免啦，我想梓潼对你的误会，不是这么简单就会当解释清楚的。所以我想，咱以后也是派面接受，甲妥当。这个 case， 我甲梓潼会家己争取，有也好，无嘛无紧，请你莫插手，莫让简单的代志变复杂去啊。蛋姐啦，你吼真正有够刁滴，拢唔知影查某人袂甲，无怪吼会让梓潼误会啊。俊宁子宏对我这么无欢喜，伊若是看到咱直接拄到，伊对我的误会一定会搁较深的。你放心啦，这件代志我一定袂甲讲的。我先来。我惊讲你让子宏误会，你就甲我一个人等伫咧遮哦，你好意思吗？
合约的部分，我会请公司的法务明早写好传给你。在你还未签名之前，有任何问题，我欢迎你随时问我。我知影，多谢你。文长，麻烦你替我把这位小姐平安送到位。好，没问题。哎，小三姐，喂，哎，平姐，平姐，平平姐，哎，阿苏基，哎，拍摄小婷姐，平姐，哎。怎样啦？被安尼了，真正危险的呢。你有多？你有多？好像梦也不要。哦，不要呢。我希望你当平安告诉，为着让我放心，你好替整理一下。你有的我替你把好啊，安尼你就袂因为有的去有啥物物件袂着，发生危险。海特助，你真正是做文流嘛，足细心的。但我这是别人哦，伊无一定会注意到，更加无可能无响到车来提醒我。会用予白特助照顾，真正是一件足文流的代志。多谢你哦，唔是我来操蛋哦，我的手真正足卡的，我把负责一个是绝对袂灵去。无怪这个白特助会是咱万海金融上受欢迎的黄金单身汉，伊真正有够体贴的，连梓潼无注意到的所在，伊拢注意到啊，佮专工去甲伊讲呢。哎，给我挂啦，查甫人吼上食这套啊。先甲你恭喜啦！恭喜！嗯，是要恭喜啥？因两个人讲到嘴笑目笑的，应该是讲到足顺利的。本来想讲哦，要约你去林家比，啊，不过看起来你应该回去庆功啊。好啦，我就无爱甲你耽误啊，再见。廖凯宏，我就不相信你的心内跟你表明同款，一点危机意识都无。刷落来，会有更加精彩惊喜在乎你哦。在小小的心田，挖呀挖呀挖，种嫉妒的种子，开吃醋的花。